宝贝们，希望你们天天开心，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护哦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！ 大家都好奇你双十一买了什么？双十一啊，我想想啊，双十一我买了那个手纸，还买了那个水，反正都生活用品，什么洗漱用品，还有那个漱口水啊、牙线啊啥的，然后还买了那个泡泡玛特的福袋，对，因为是限量福袋。这是不是你订到表抢购的？对，因为是，必须是前多少个，然后买三，消费多少三个福袋吧，在直播间里下单，然后三个福袋额外送一个 SP 的一个吊卡。然后今天我已经到了，哈哈，就在这底下呢，我现在已经拆开了。你觉得你能是欧皇吗？我觉得它有四种，分什么 ABCD 四款，就我希望啊，不要全部都是盲盒，额外有一个惊喜就行，不管是吊卡还是大娃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是整盒的娃都行，只要不是全是盲盒就行。以我正常平时啊，基本就是三套末等奖。啊，都是10到15个盲盒，三组应该就是30多个盲盒吧，我觉得够呛。那没办法打赌了，因为我也觉得你只有抽这个不得。真的你也这么觉得？行，那我们就看看，我就希望就不抽个骷髅就行，各种小伙伴不要出现就行，热 IP 就可以了。哎，要求不多。首先，你是不是不想你抽着的这些盲盒里重复？如果都是热款，我可以重复啊，隐藏。重复就重复嘛，那咱们不知不觉就定义成你插的全是盲盒了。哎，好惨。Are you ready？ 我已经从那个大箱子里把它们都拿出来了，但是我刚才拿出来的手感啊，就是不是特别好，感觉我可能要抽雷了。但是第一个惊喜来了，赠品。这个一定没的错啊，看到了吗 ？SP 的白女仆吊卡啊，这是赠品，我已经确定有一个赠品了。哎呀，还有这两个明信片，然后我就开始拆了。首先第一套，噔噔噔，我已经从摸的感觉到全部都是盲盒了。还什么大娃呀？来吧，一个一个来，噔噔噔，第一个。哇，茉莉小时候系列新款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摆这儿啊，第一个，然后第二个，哇 ，Kitty 美妆系列可以可以，熊猫热潮可以，哎，拉布新款宇宙系列，可以，真的，这。Demo 水族馆系列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我们这批都没雷哎，我们这批都没雷哎，啊，这个稍微弱点，这个什么鸭子，但是我可能我不太熟悉这个款，不知道是不是热款，完了完了，怎么一个不如一个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都没见过，柯基小岛探险记啊，这个我没见过，这个和小和尚我就就好了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，这是个猫还带翅膀骑车，叫懒头盔系列，我倒是眼熟，但是这个真的是哈哈。还有吗？啊，我真的是末等奖啊，10个盲盒，这第一组盲盒10个，我进了这么多拆来的都没有10个整的，你走开，都12个什么的，对啊，没了，空了。我觉得最满意的是这个袋子，可以装脏衣服，好看，拉布布这个。第二组来了啊，是299的福袋吧？啊。第一款，小黄人啊，小黄人是开奇格玛，这是啥？神偷奶爸小黄人系列，来放这边啊。第二组，就是我摸到这么大我就知道完了，这个刚才这个这里的这个大的。猫系列什么？你要觉得对不起我是不是？哎，算了，来放这边。第二场，水果星球系列，逐渐石化的表情。第四个，这都是哪位啊？我天哪，我都没见过。兄妹大作战，你自己作战去啊！我自己是个女儿。Oppo Coco 这款还行，酒店小店是吧？这是啥？
帮你生肖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拉布布热款来了啊！拉布布也不是热款，是新款，我们开开行不行？这是个啥？迪士尼街头系列。不会还是十个吧？真的就是十个。真的。最后两个。没了。啊。是什么呀？小甜豆。啊，这是新的。超市写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坏了。到时候看看吧，看看是不是热款，热款我就原谅你。拉布海绵宝宝，嗯，这怎么这么满？我顶盒了，难道是？以我的摸的手感啊，我个人觉得这款是海绵宝宝的南瓜灯。我现在就拆开看一下。小伙伴吗？小伙伴。什么南瓜灯？这顶盒是头盔，这个是这个松鼠。最后一盒，这是个大的，你看，真的。但是我希望是大娃，如果不是大娃，我更希望是个整盒。整盒那我希望是个热款。我摸一摸，这是个大盒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觉得我个人的就是感觉应该是邦尼大娃，邦尼黑白天使。哇，这还是很良心的。但是我希望是拉布布海滩或者是 Demo 那个。匹诺曹没有中到，中的比较棒。我现在拆一下，你拆一下。小伙伴，外星人中了一个。小伙伴，再见，拜，下一个。求求了，给我中个隐藏。哎，这个还可以。嗯，小甜豆啊，坏了的小甜豆，看看给我争争气啊。这是啥呀？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小甜豆应该不是热款。哎，行吧。你入坑是因为你妈妈喜欢吗？对，她早就入坑，她是第一批盲盒的那个购买者。然后我就看她总玩，她每次就是，比如说这有一个图鉴是十二款，她说了最不喜欢的那个，只要不抽那个就行，哪个都行。她每次都抽那个，特别飞。然后呢，我就说你呢？可能不太适合抽，然后我就帮他抽。但是你们这个飞也是遗传呗，你也手气没好到哪去。是呢，可不是呢。继续抽。所以你其实你也不是专家，你只是喜欢，你也不是说资深的这种。对，我一个没有，我家里就一套。嗯。哟，这个是热哎。天使。造型师，造型师。哇，紫库库，哇，可以，热款，封面，继续啊，这是那个 KT 的美妆系列，看看是啥，过年糕，看看啊，小时候系列，看看是啥，给我中一个，你藏，哇，西瓜，啊，真的，可以，啊，真可以，啊，又是热西瓜，啊，求求了，潜水员，好吧，隐藏，不中，给我中个北极熊，来个热款，是什么呢？留了半天悬念，背面。跟北京长得一模一样，一起看海龟，是飞鱼吧？哪儿啊？不是海龟，哪儿？一个隐藏没那些，还有别拆了，没有希望的。万一要中隐藏的呢？是不是？不能放弃。小黄人，聪明款。看看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一个狗拿个小旗儿，这叫啥呀？不知道。裁判啊，裁判。打扰了，看下一个。这什么系列？水果星球手系列手办。芒果土星，打扰了，你自己去土星上吃芒果吧，再见了。下一个，太认真了，迪士尼系列，哎，又是封面，哎，看，哎，今天个封面，哎，啊，下一个，这个，哎呀，天，这连盒都没有，什么？又中封面了，哎，不是，这不是封面，不是，这是个棒球，不好意思，这底下都有那个铲子，打扰了，必须，求求了，一铲小和尚，给我来一个隐藏好吗？耳鼠是啥？不是隐藏，哎，我想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拆到隐藏啊？有吗？有人拆到隐藏，但是这个人不是你，有必要这么回事？不是啊，不是，这是不知道一个什么款，拆着玩吧。当时中隐藏我就会很幸福，现在就是一个拆盒机器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柯基小岛系列？没听过。这是啥？这柯基自娱自乐。你看，哎，这句话真的是讽刺我。我现在就在自娱自乐。我们再说啥？瓢虫。最后一个隐藏，你们接小心的隐藏。拜拜。所有的都拆完了，最后是三个299的福袋。两个福袋里是10个娃，总共是20个娃，加上一个
福袋里是一个 Bunny 黑白天使加两个盲盒，总共我的收获是22个盲盒加一个大娃加一个赠品的 SP 的吊卡，恭喜我吧，应该是持平吧。哎，肯定不会亏的。900呢？这俩加块怎么也得有400块钱吧？400-500吧。对啊，然后那你相当于400块钱买了20多个盲盒，还这么多热款，这么一算你赚了。高兴不起来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这样吧。再见了，我需要一段时间来治愈一下我受伤的心。没事，我最起码得了3个拉布布的袋子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说再见了，拜拜，你帮我关一下吧。拜。